节目表开心不得了，浓浓的家乡味道，妈妈的精致菜肴，家家招待的多好，都忍不住了。风在轻轻的飘，划过了嘴角，疏通了心中纷纷扰扰。花在微微的笑，再撒一撒娇，融化了心中的苦恼。新年迎来到，带着无限的美好，兴奋的心满了惊叹号。新年已来到，锣鼓奋力的在敲，声声的鞭炮，四处一片热闹。一起笑一笑，一起抱一抱，再来几个，跳一跳，一起摇一摇，有你有我，新年是最好。你好，我是 Nick 初五中盛中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Stella 钟小玉。耶、yeah, ，那我们那其实我们现在呢就在 Maidan 这边，今天是这个很大型的活动哦，就是讲高妹的活动。是，谢谢 Fastlane Organizer 邀请我跟小玉来到这边跟大家见面，唱歌给大家听。谢谢。还有谢谢，我们也需要非常感谢这个 Caribbean Boutique Hotel。非常谢谢，让我们有机会来到 Maidan 这里，见到这里非常非常热情的歌迷朋友。还有呢，我觉得这边的朋友呢都非常的友善哦。然后呢，其实这一次我们是第一次来到印尼这边，然后这个感觉我是觉得心情很兴奋，因为我们有机会可以站在这边 Maidan 这边表演给大家看。是，那我觉得这边的歌迷他们都很忠心，对，因为有很多是从以前我们唱新年歌到现在都一直在支持我们，然后呢他们真的很热情，我们刚刚来到这边的时候他们到酒店去迎接我们，然后呢他们知道我们送了吃的，对不对？还有送一个非常特别的蛋糕，就是 Pica Ambon， 那蛋糕是非常非常香的，好吃，真的。然后我觉得下次有机会一定要再来。然后今天我们很特别的就是第一次在台上收到这么多红包哦，真的，这也是我们第一次，那种感觉是好像是很发大财那么感觉，有没有？因为一站在舞台上就有很多很多的祝福，而且是这么小的小朋友送红包给我们，这个是最特别的，真的。那希望下一次有机会呢可以多多来 Maidan 跟你们见面哦，你们一定要一直记得我们，然后一直支持我们的新年专辑，谢谢你们。